兄弟，三星 S23 Ultra 可以说是三星好评率最高的一款手机哦，也是最保值的。三星 S24 上市之后啊，反而23又更好卖了。今天我们就帮两个粉丝同时安排了两台，都是国行版本啊，顺便分享一下市场的一个拿货行情哦。这两台就是我们帮粉丝在市场精挑细选的原装二手靓机哦，成色也是比较好的，有一个98星，没有磕碰划痕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后盖是完美无瑕的哦，边框也是嘎嘎亮，黑色这台边框膜都在哦，保护的非常好，没有划痕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两台都是没有打过膜的哦，水珠非常饱满哦。它屏幕是采用了6.8英寸的一个三星顶级高清屏幕，2K 的，品质非常通透。大家也知道，三星的屏幕是所有品牌做的最好的，这些也是我们在视频经常说的。像这个三星手机，我们看一下它的气密数值，它是支持 IP68 防水的哦，所以说气密数值也要看一下。像这种新款的气密一定要有哦，是在范围之内没有问题。像这种就是没有拆过的。像这个屏幕我们要检查好哦，不要有什么老化、黑点、踩点啊，因为三星屏幕很贵。我们在视频也经常给大家讲解一下，不管你们在我们这里买还是在别的地方买，都要检查好。这两个粉丝为什么选择 S23U 呢？ S23U 比 S24U 便宜了1000左右哦，而且 S23U 是有一个10倍光学变焦的， S24U 是取消了，它现在是5倍光学变焦啊，拍出来的效果非常好啊，百米之外近在眼前啊。S23U 这款手机也是俗称隐藏配拍照神器。像这个12.556市场我们拿下来是4850，512市场拿下来是5500。如果你们有需求的话，我们加3张安排到你们手上，赠送充电器、壳膜、快充，再给你们保修半年啊，比国行的 S24U 省了1000多啊。但是使用区别不是很大哦，不管它的屏幕性能、拍照体验几乎是一样的哦。如果是你，你会选择 S23U 还是 S24U 呢？好，今天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，我们下期再见哦，拜拜。